好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补完之后真的是不会到很肿，但你看存活率又那么好，这就是我们院长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自己研究有一套一个非常完整的补脂肪流程，做完大概要一年了吧，完全很蓬，完全都是还流得非常的好。嗨嗨，好久不见啊！真的哎，最近好吗？还可以啊，有点忙。真的、哦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的头怎么突然变那么饱满啊？你是去打了什么？我去补脂肪啊。补脂肪？对啊。我现在好完全凶不起来，你现在同事都说我是天使婉婷。哎、欸，你这样效果很好，我好想补哦。可是会不会痛啊？而且会不会走很多天啊？我很怕被别人发现哎、欸。我是觉得还好啦，真的不会很痛，我还局部麻醉做哎、欸。哇塞！而且我觉得他在抽脂的时候就有点像筋膜枪在按摩震动的感觉、哦，所以其实还好啦，对，没有什么就是太痛的感觉。了解。哎、欸，可是你那么瘦哎、欸，你还有脂肪可以抽吗？哦，当然有啊，我还有看过比我更瘦的人也来抽哎、欸，而且那么瘦的人脸一定更凹，更需要补。然后我是抽我大腿的来补啊，就是两条腿都抽。然后你抽大腿，顺便还可以就是顺修这两块。对，我觉得真的是两者兼顾哦，可以这边瘦，然后我还可以脸又蓬起来，我觉得超棒。我来找一下我术前照给你看一下。好好好，你看。哎、欸，你以前真的长这样哎、欸，像大家都欠你钱一样，看起来超凶的，差很多吧？欸、我也觉得差很多哎、欸。你看我以前还有眼袋，然后我就给院长看一下，对他说啊，你不用做眼袋啦，你就是补个脂肪，然后这边也补脂肪，而且你看我下巴还是平的，我现在把它直接补起来。我以前拍照的时候啊，滤镜都要把下巴直接开最强。没有，都开最强，就拉长一点点，没有发现吧？很厉害吧？对啊，哎，没比较真的没伤害，真的补完之后你整个人柔和很多，而且很自然。哦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在这里工作已经应该有5年多了吧？我看过那么多就是全脸脂掉案例啊，我就是而且还当刷手那么久啊，真的觉得全脸脂掉这款手术真的是CP 值蛮高的，因为我看就是很多客人来咨询的、啊，他都说哦，我曾经有补过哪边哪边、嗯，可是看起来真的就是我说啊，你有补哦，然后他们说对啊，那时候肿得跟猪头一样，然后怎么现在变成就是直接都消失，所以我就觉得要给他做这个手术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存活率真的还不错，就是做完的客人基本上就是存活在脸上就是非常的好。那脂肪不是都会消吗？因为我看你现在还是很蓬哎、欸。对吧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之前我有个同事，他有去补，可是他补完之后脸超肿，然后整个公司都知道他干什么，然后重点是他一个月后好像没补一样，就是打回原形吧，对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之前也有客人拿照片来给我看，他说：“你看我以前补的，我不要，我这次补我不要变成猪头、哦，我不要什么很肿啊，怎么怎么样，然后补了又没效。”然后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补完之后真的是不会到很肿，但你看存活率又那么好，这就是我们院长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自己研究有一套一个非常完整的补脂肪流程，不管是你可能从抽脂的时候啊，他会开始用很轻柔的方式抽，然后保存那个脂肪的那个颗粒不要被破坏掉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般外面可能就说什么哦离心过滤血水啊，这个大家都有，可是他还会挑脂肪。然后就我刚刚有说嘛，我刚还自己起来挑脂肪，把那个就是脂肪纤维把它全部挑掉，然后最后补在脸上的才是完整的脂肪，因为我们说脂肪会有吸收率啊，我不要把补那些杂质进去，那吸收率真的会差很多。对，那你效果那么好。对啊，我做完大概要一年了吧。完全很蓬。完全都是流得非常的好。对对对。而且我给你看我的术后照，你看。哎、欸，还好、欸，很不肿吧？而且你看那淤青，超少哎、欸，超少吧？你看就只有，因为我补眼窝，所以就是眼睛下面有一点点淤青啊。我之前看过有个客人，他说他做完双眼皮，肿得像被打过两拳一样。那你这个还好、欸，又肿，然后又两条这样。我觉得我真的比他还不明显。我因为我住家里嘛，对，我做完单回家，我在我妈面前晃来晃去，他们都没发现。
而且我们还面对面，我就这样跟他讲话，然后他就坐在我对面吃饭，然后他完全没发现。最好那么夸张啦，真的，他们真的完全没有发现。有些地方啊，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顿顿的感觉，嗯，就是麻麻的。而且他补脂跟抽脂的时候啊，都很轻柔，不像我之前有跟过其他医生的刀啊，他们就是都很暴力，这样戳来戳去，戳来戳去，所以你抽出来的脂肪那个脂肪完整度就很差，补进去的话也会影响那个吸收率。但院长的不会，我们在挑脂肪的过程中，你就可以看到很饱满的脂肪宝宝，真的是精兵中的精兵。补进去真的存活率都很好，我现在是玉贵人的活招牌，所有人看到我啊都是说，哎，我就要像你这样子。昨天还有客人跟我讲说，我完全看不出来你做什么，哎，就是我真的是手机全部都是存我的术前术后照片，我只要咨询拿照片给他们看，基本上就 OK 了。哎，我要看你那个术前术后照。哦，好啊，超多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，我现在咨询了，我等一下收钱哦。你看，看这个。也就是有差，啊，差很多吧。对啊，我就把我术前术后照都弄起来，真的好值得做，哦，我还放一个相簿。你看一下，你看连这种灯光暗的地方，对，也是都是发亮的，有没有？你看我的额头，你看我的苹果肌，是不是？